字的，你看能不能看？吓死我！这个，这个妈咪是你，这是你的号。哦、然后你没事，那有能穿大号有大号，能穿小号有小号，这个是个小一码的。是是是，十三的，十三也能穿。这就是你下地干活呀，去看看还是那。后腿学你，怕一点还后腿一点还滚，你非要穿。外接怕 S 三的，再接怕 S 三的，看见。它这个鞋比较柔软，你看。哦哦。对吧？而且底下是整个防滑打底。哦。嗯，防滑耐磨，里边这鞋垫都是缝上去的。哦。不用担心来回跑。哦，有时候你跑怕的呢，老是鞋垫跑出来了。这个掉不出来，你看它里边缝着呢，啊、是吧？掉不出来。你看这没去摸去。你看哪个能穿？十三的。啊、嗯，试试的，这个也能穿吧？那这一般它是就穿的试试的了。哦，这个再号号特。嗯，这个号可能稍微大一点。嗯。就两双穿吧，一双大的，一双小的。嗯。反正在家里不出门，去地里边啊。干活再好干活怕居民。对对，这就是下地干活。这个是你的号吗？嗯、你穿你这是你的。看着这鞋穿着也轻，比较软。谢谢。嗯，你看这鞋垫缝着呢，不用怕来回跑。哦，现在就老说的老不服了。还是我这样。这还怕老舒服。嗯，就是下地干活儿。嗯。咱那个就是开个车呀，也能穿。嗯，咱老吃亏啊。嗯。俺老爱走铁路。好点。啊啊。